哎呀，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菜都齐了，就差你了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，为什么我又犯什么错了？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。就是想你，爱你。这中午见不到你，我就无法呼吸了。 哎呀，我也无法呼吸了。你看，家里收拾这么干净，不得开火做个饭？来。哎呀，这个品相还不错嘛。那你看看，以后不当老板，也得有这个手艺养活你啊。尝尝这个鱼。 好吃。你说啊，什么是家呀？就是一个房子，跟你一桌好菜，再有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好媳妇儿。再加两个大胖娃娃和一条大狗，完美。完美。今天你就搬过来了？你想得美！咱们俩还没领证呢，万一我要是反悔了怎么办？还想反悔啊？我跟你说，昨天我可是把请柬给赵天辉送给你了。 他没说什么吧？他说什么呀？陈年老醋，他都喝不过来呢，还顾得上说话？嗯，是不是最近赵定辉经常主动联系你？啊，他最近总是去店里面买咖啡。哎，但你别误会啊，他没别的意思。他对你什么意思？我太清楚不过了，只要你对他没意思就好。他心里没放下你倒是真的，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，我相信你。 香辣蟹，哎。